嗱，我哋依家項目所在位置咧，就位於咧金灣航空新城紅色板塊呢個位置咧，就是、我哋項目所在地啦。咁目前咧，最主要貫通連接東西兩部一條主要交通咧，就係、是、珠海大道嘅。咁目前港人士過嚟翻嚟我哋呢邊嘅目前都係通過一條珠海大道嚟到我哋呢邊，大約車程時間咧係35分鐘到嘅。咁喺今年11月份左右咧，即係會我哋呢邊咧會開通一條咧，就係廣州大橋嘅延長線，紅河大橋就會開通噶啦。到時呢條大橋開通咗之後咧，我哋嘅澳門同埋香港人士翻到嚟呢邊嘅話咧，只需要行呢條大橋20分鐘左右就去翻到我哋項目噶啦。哦，快咗好多。係啊，快咗好多噶。而且咧，我哋喺項目周邊嘅話咧，如果係自駕遊嘅話咧，3分鐘仲有江珠高速嘅一個高速路接駁口嘅，直接係由呢個位置咧上翻高速之後，可以通往咧我哋內地嘅任意一個城市。咁如果佢係想搭飛機出去辦公嘅話咧，我哋距離我哋項目咧25分鐘車程，仲有一個金灣機場嘅，以及咧未來喺呢度咧2023年通車嘅一個廣佛江珠城軌，8分鐘仲有一個金灣站點，都可以乘坐輕軌通往我哋內地任意一個城市噶啦。嗯，咁全程大概耗時幾長啊？全程耗時嘅話咧，由我哋項目呢個金灣站點咧，去到廣州南站嗰邊都係40分鐘到啫嘛。哦，40分鐘係啦。咁我想問問，如果喺香港佢哋翻嚟呢邊嘅話，有咩路線啊？有咩方法可以翻過去？香港那邊過嚟嘅話咧，目前都是行翻珠海大道啊嘛。咁如果係行呢條路嘅話咧，目前咧就有兩種途徑嘅，可以搭巴士或者係咧坐的士嘅。咁如果搭巴士嘅話咧，目前咧係我哋一個宇溫泉專線啦，直達可以由人工島呢邊直達到我哋嘅一個湖心路口總站呢個位置嘅。全程落嚟嘅話咧，如果搭巴士都係30到45分鐘之間啫嘛。咁如果係話坐的士嘅話咧，到時候咧就可以咧行翻紅河大橋啦，20分鐘直接係可以直達我哋項目呢邊，係啦，快好多嘅。咁睇翻我哋呢個成個航新城嘅周邊配套啦，咁我哋成個航新城咧總佔地咧就3.8平方公里嘅，咁我哋項目周邊3公里範圍之內咧配套係非常之完整嘅，衣食住行以及娛樂咧都係步行3分鐘就可以解決得到噶啦。係咪啊？係啊。教學資源啦，講下教學資源方面有啲嘢真係。教學資源嗰方面咧，我哋項目呢邊咧係配備一個航空新城中學同埋咧航空新城小學省級嘅重點學校作為我哋個學區嘅，即係話咧未來業主咧就算係買喺我哋項目下，無論係投資或者自住嘅話咧，都係比較保值嘅。因為你知道啦，如果係自住嘅話，肯定未來會擔心細蚊仔讀書嗰方面嘅啦。咁讀書嗰方面我哋幫佢解決咗啦。咁如果投資嘅話，你都知道啦，學區房咧係一直都係好保值嘅，啊都係非常之長壽嘅，未來。冇人話願意為咗學區呢啲嘢而投行㗎嘛，係咪先？咁如果呢度係直接係帶咗學區嘅話咧，咁佢哋未來就少咗好多煩惱㗎啦。讀書嗰方面，小學同初中都係配備好㗎，高中同埋大學咧就睇分數線嘅。咁同咁平時喺香港翻嚟啊，想住翻景美嘅話咧，咁佢有咩街市去買餸啊？方便啲？煮餸嘅話咧，最方便咧，仲係我哋售樓部呢條商業街啦，總佔地1600平嘅商業街咧，到時候直接落樓就可以滿足到業主嘅生活所需嘅。咁如果係話咧，逢年過節嘅時候咧，想住九大軌嘅話咧，就可以嚟到咧西湖市場8分鐘嘅步行時間，以及咧10分鐘左右嘅步行時間，仲有一個咧珠三角最大嘅海鮮批發市場——八神堂海鮮市場嘅，都係可以去到嗰度買到咧自己想要嘅新鮮食材嘅。咁如果係話咧，比如話逢節假日嘅時候咧，佢休息時間咧可以咧揸車嚟到我哋3分鐘車程嘅四大服務中心啦，同埋一個大型嘅一個商圈配套華商都嘅。呢邊咧華發商都咧就係我哋成個珠海一個商業標杆嚟嘅。南慶嗰邊現時係有一個喺度用緊嘅，咁到時候我哋廣深入邊都有一個嘅。未來咧就會牽動住我哋成個片區一個房價，因為你都知道啦，南慶嗰邊早期嘅房價咧其實唔會太高嘅，但係咧隨住華發商都嘅一個開業，周邊的房價依家二手都要去到成42000起步，貴咗好多。係啊，貴咗好多啊！而且咧，生活配套各方面咧就方便便捷好多咯。因為大型嘅一啲商品全部喺華商都可以買得到。咁平時如果係話你想行一啲行街嘅話咧，就可以直接去東面嘅3分鐘有兩個嘅，一個並鴻大廈同埋常記商廈直接可以去到。咁平時係啊，咁同埋咧，平時食完飯咗散步咧，東面仲有情侶路啦，北面仲有一個濕地公園，都係可以去睇收。係啊，因為周邊咁樣睇到翻嘅話，你都見到啦。咁周邊基本上咧，你步行5分鐘嘅話，衣食住行都可以滿足曬。咁翻到我哋項目本身啦，咁現時我哋就係128-127號商鋪呢個位置嘅，咁我哋講商業街就我哋呢個位置啦。到時候係滿足到業主嘅生活所需，門口北面就濕地公園。東面呢度咧就兩個商業街同埋咧金灣嘅情侶路，直接步行過去就 OK 噶啦。
咁現時小區入邊咧，一共係七棟住宅，總高十八層嘅，一樓咧全部做翻咧隔空層，打翻一個親子娛樂空間嘅互動空間。咁到時候咧，我哋嘅五號樓同埋六號樓嘅交匯處有個兒童遊樂公園嘅，同埋打造翻一個兒童遊樂公園俾翻咧細蚊仔去玩嘅，係啦。咁小區入邊咧，你都見到啦，啱先入去嘅時候可以見到啦，我哋成個樓與樓之間嘅一個間隔咧係非常之闊落嘅，通透性都係非常之強嘅。咁我哋現時在售嘅户型咧，就係、是、有36、91、100同埋83方嘅。咁目前我哋在售嘅棟數咧就係5棟呢邊、6棟、7棟、1棟同埋2棟嘅。36平嘅嗰個户型咧，稀缺嘅小面積住宅户型咧，就會分布喺5號樓呢度，剩翻3套嘅啫。總價咧就係92萬左右，就有一間噶啦。咁6號樓、7號樓同埋1號樓嗰邊咧，就係兩梯四户嘅。100方同埋83方嘅，我哋呢边嘅所有户型都系100方同埋83方都做到户朝南嘅，系，因为好多地方咧，佢可能做到只有部分嘅面积段同埋户型咧户朝南，但系我哋呢边咧100方同埋83方都系做到朝南嘅，100方就系前面呢两户，83方就系后面呢两户，83方做到南北对流，同埋咧83方入边嘅户型格局咧，主人房度仲有你哋女仔最中意嘅衣帽间，系。咁100方嗰只咧就做到咧三房兩廳兩位嘅格局，到時候咧住翻入去一家大細咧住都係完全冇問題嘅。譬如話自己嘅爹哋媽咪過嚟想湊下細蚊仔睇下孫仔咁樣嘅話咧，直接過嚟住就入去都夠位住噶。七號樓同埋一號樓咧都係同六號樓嘅户型一模一樣嘅。咁二號樓嗰邊就係家區噶啦，家區嗰邊咧就有91方嘅，咁後面嘅嗰兩户咧都係130方嘅。91方嗰個户型咧就會比100方嗰個小正十方咁上下啦，但係咧佢嘅景觀係啦，景觀咧就會非常之靚嘅，格局佢同100方其實差唔多。咁我哋依家去睇翻我哋嘅洋板間啦。咁嚟到我哋呢個單位啦，首先見到嘅就係呢個半贈送嘅入户花園啦。咁穿過呢個入户花園之後咧，就見到我哋嘅飯客廳啦。咁由於我哋嘅飯客廳咧係採用南北對流嘅設計啦，所以佢個通風同埋採光咧亦都係一流嘅。咁穿過我哋嘅客廳咧，就嚟到我哋第一個陽台啦，可以見到整體嘅景觀咧都係非常之開揚噶。樓下咧就是我哋市政嘅濕地公園啦，咁平時食完飯落去散步咧都係非常之方便嘅。厨房是采取分区的设计的，咁整体的空间咧都是较大的，平时一家大细喺度煮嘢食咧，都唔会觉得挤迫啦。咁穿过嚟嘅饭厅咧，就嚟到我哋第二个生活阳台啦。咁呢个阳台咧，平时可以用嚟晒下衫啊，或者种下花花草草啊。同时咧喺呢度咧都可以见到部分嘅海景嘅。咁穿过我哋嘅走廊啦，就嚟到我哋第一个客房啦。可以见到我哋嘅客房咧系朝南向嘅，采光咧非常之舒服嘅。咁放一张咩白嘅床咧，亦都系冇问题嘅。而呢个就系我哋嘅客厕，洗手盆、马桶、淋浴设施一应俱全。咁呢个系我哋第二个客房，可以见到佢个采光都系非常之唔错噶。假如话改编成为儿童房咧，亦都系绰绰有余嘅。进入到主人房，可以见到南向嘅采光，令到成个房间通透而明亮。同时，主人房亦都配备咗一个独立嘅衣帽间以及梳妆台，令到屋企嘅女士喺每日嘅出门都有一个独立嘅空间，从容咁样准备。而穿过我哋衣帽间之后，就嚟到我哋主人房嘅套厕，隐藏式嘅设计系为咗打造更加私密嘅空间。